感谢，该死的又射啦。1000块钱这个号，1000块钱啊，麦哥只抽1000块钱啊，1000块钱应该能出了。But I ain't finished grown. Another night, the inevitable prolong. Another day, another dawn. Come on. Just tell Keisha and Teresa I'll be better in the morning. Another lie that I don't know. 回归号一般都是比较白的，回归号。懂了吧？只要是回归的号，就一般都是超级白。哦，这个号不是回归号啊，我操。单抽2次，再抽10次，不亏，再抽10次，再抽3次，再抽1次，再抽1次，再抽1次。再抽一次，再抽3次，操你！灌出了，我知道灌出了，但1000块钱只出这2个有点伤啊，太伤了。45-50张亏。荣耀四冠满了也没有用啊，这个号他已经有荣耀之破了，你只要有荣耀之破了，你没必要去换这个荣耀之破了，你知道吧？3000他没有用。他荣耀3000套有了。这个号不对劲，不对劲。再来1000，再来1000，再来1000。啊，再来500差不多了，500差不多，1000块钱没必要。500块钱差不多了，这个号还行，这个号一般吧，一般，不会亏。哎，抽奖是不会亏的，兄弟们，只要你选择了抽奖，你就不要想着亏，你想着亏的话，你心里就会难受了，你知道吧？